Thank you.
嘟嘟嘟，哎呀哦，好了，继续来第四章。啊不不啊！好，哒哒哒哒，嗯哼哼。逆转裁判好像对七这个数字，哎呦，熟悉的审判长，对七这个数字有什么执着啊？哎呦，这个不是遇见，以前还是兽魔脑粉的时候的穿着吗？等一下，第一次出庭，干嘛呢？我们转个场景，好。
6年前，相待差不多啊，时间差不多。好吧，他并没有说他是第一次出庭，那看来是我误会了。OK，
哎呦，老师，等一下，我场景忘记换回来。OK， 等你们。鸟癌，乌癌啊，哦，鸟。
60，65吧，我记得那时候第一代那个是按键的时候，送我好豪哥是65，我查一下。武装无人，名字可以再取随便，再随便一点没关系。G8号事件第二，
有留子小姐，天和集团，嗯。案，忘记跟队长。哎，人家没叫你阿伯就不错了，对不对？
なんだと？涂鸦一侧，哎，哈，一局八胜安，好好玩。我又看到 超级年轻的御剑，现在这张是过去之前几张的七年前。差不多是逆转三的七年前啊，逆转三左右。哎，差只有头发、啊。还有眼睛变大了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应该说御剑的眼睛之后都变小了。哎，几年没剪头发，真是个谜呀、啊！然后每天都要保持同样的造型。中哦，对，这个取名可以再偷懒一点，这叫目中无人。哦，32岁，我看一下，这个一条乌鸦，审判长？问号问号。哦，还有这个熟悉的豪哥。那个撞法庭，撞法庭强兵，
他还是一个有自己专属 BGM 的男人。八只屋。讲的这个，遇见灵士。不要把我当成普通的新人，这时候的遇见真的很那个，真的是很有新人的味道呢。剑子，冰剑子，有流子，两个有关系吧？同个姓呢？烟，嗯。我好像我。什么都可以笑一下。所以这是他们，这是遇见跟密具的初的那个、哦、第一次见面哦。看一下，我还以为是那个逆转三的，那个是第一次见面。算了，不要管那么多。问别人名字，先报上自己的名字。嗯，二代、欸、不是一代第二章，他有这样讲吗？有点忘记了。刚刚如愿搭上仙境，闪闪发亮的秘去归去。这时候蜜具几岁啊？这时候蜜具才26。哎呦，
枪声吓了一跳。马尼寇亲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好哥回来又在三分钟。哎呀啊啊！这时候还不合法，不行。但是好可爱哦，真的好可爱哦。放暑假，不行，我不能被抓，只能美国司法。哎呦，哎呦，这时候没有穿呢，哇，那个腋下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来看一下，13岁就这样，也是蛮那个的，也是，13岁就这样也是，哎，就是，对，哎，就是那个嘛，对不对？
从何养成这种习惯？蜜居这时候还不知道啊，他现在眼前这两个，他跟着叫小朋友的这两个家伙，让他未来只能吃泡面了。思考核，哇，这值得纪念的第一句，对蜜句说的第一句心思考核，哎，委屈，蜜句委屈。
哇，超大电视！喂，明，你在哪这边？塑胶袋染血了。对，忘记了，想说到后面两章的时候要用一下改重编版的音乐，应该有吧。
you